当男友和兄弟们燃起奇怪的胜负欲。啊！我都不让他帮我洗啊，我一定要帮我洗啊，都没有办法。我靠，你这地位，啊？这么甜的西瓜是给人吃的吗？哎呀，比不过，你们真的是这个，你们才是这个啊！我被我刚发的工资上交了。怎么比上个月还少了一点呢？掉，快帮我，我快输了。啊，我不理解，说你们这样有意思吗？我就跟你说很贵的，我给你买个不就好了？帮帮我嘛，帮帮我嘛！哎呦，最近的天有点干呢，多涂点，瞧你涂成那样，是不是3000块钱你平时擦脸那个？想给他一个大笔头？对，来。不祥的预感，你能不能滚？最后一次，放开！最后一次。哎呀，不比了，你们真是太卷了。哎，那还有垃圾看不见，还有这个，炸！笨手，废物！忍不住了，赢了吧？想法一致，找个趁手的家伙。受死吧！我。